你们不要站在这里，我等一下这里有摆件啊，不要乱放啊。你们这里全部要摆件的啊。对对，你这个辫子，这个中间不要乱放啊，这个全部要摆件哈。我摆好了，两分钟，两分钟，最快两分钟啊。两分钟，慢慢来。红烧肉，红烧肉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今天去把菜摆好啊。对。10块钱一位啊！哎呦，太香了！这个大哥应该猪肝啊！啊，这个价格是不是一直卖这个价？一直卖这个价格。然后是不是一直这么多菜？哦，对对对，哪里都是上五个菜，全国观众都不相信，觉得是假的。真的，这是鱼啊！对对对对，剁椒蒸鱼，剁椒鱼头啊，炒猪肝。他们骂我们，说我们造假。老鸭炖粉条啊，老鸭炖粉条。老鸭炖粉条，呀，这个狠了，这个。这什么鸭肠啊？炒鸭肠，全荤菜。这菜。花生、鸡蛋糕、毛豆烧的鸡啊，毛豆烧鸡。住在这边没事，原来有鸡蛋，这排骨，排骨蘸排骨，这是鸭子啊，猪头黄瓜。人真多啊，你看后面还没开始啊，人已经爆满了。咱们摆起鸡啊，十元自助，这太贵了，全是肉菜。把那个肥肉全往这边倒，就怕浪费，这个真的不能浪费，一点点都不能浪费。哪怕你吃再多，你吃10碗8碗，那我是开心的。我说你10块钱我都觉得很开心，但是你浪费一口我都觉得很难受。你那个那么辛苦的那种程度嘛，你觉得人家倒你那东西都觉得很生气的。到现在过五节的事，你知道跑多少单了？不知道，我没看，全程不看了吗？见一段小狗，10万块钱都没有成。不卖完肯定是不挣钱。是亏钱吗？不讲别的吧，菜钱你就是说你能卖上来。对，你在家买菜也10块钱搞不了。我自己掏10块钱我也买不住了，我就是大批量的才能搞，一下子就没有了，也没看到是付钱就走了。你要是看到了，他讲他忘记了。那每个人都像那样的人，对吧？我这干了也没有，就是说一点意义都没有。那有一个人，他你看我今天不是给我老公在那里讲，我老公说，我问我老公说，从来没看过他付钱。他们一起来两个人，有一个人付钱，他总是提前跑掉了。从来不付钱，是吧？不是，他是不忙的时候，他看到你的时候。他会付，好，你看每一个工人，他就是在我这吃几年，他都不带走。有时候在这坐着等都等半天，天天在你这吃习惯了，对吧？菜被他们乱打掉了吧？没有菜，很多人都没吃到饭。有些人呢，他是从家里带碗带盆，然后过来把菜直接端走。还有人竟然从别的摊位上带着碗，都在他们那里拿了碗，在我这里打菜，然后了1400多块钱吧。少了100多份，我做了9年了，我一直坚持，人家让我涨价，我也没涨价。我认为呢，人心是换人心的，就是感觉有点伤心，有点不想坚持的那种。